林衰倫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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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公公你食屎啊，林公公食屎啊，林公公食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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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用最强烈声势嘅食屎欢迎萧生上台好唔好？好啦，啲网友等得好心急啦，风也萧萧嘅立法会门外现场版咧，现在开始。喂，首先咧，你哋唔能够走晒去嘅，因为咧，我好佩服阿黄杨达嘅。嗰日7月1日咧，佢由头到尾咧嗌足4个钟头，可以顶4个钟头，我就唔得嘅。所以咧，咁样嗌法咧，唔嗌得好耐，一定要有其他人帮手先得。不過今天大家想我講啲嚴肅啲嘅嘢先啦，還是都好笑啲嘅嘢先啦？講好笑啲嘢先啦，我哋講得嚴肅嘢好耐。你講咗好多嚴肅嘅嗌口號、慷慨激昂嗰啲啦，係嘛？蕭生，你使唔使同記者揸住張食屎嘅林瑞麟食屎嘅相影翻張相先？呢張相報紙 OK 啊？即係我哋講少少棟篤笑先啦。今朝我起身咧就見到以民主黨嘅總幹事。佢一流一拱嗰度，40分鐘要出翻嚟。人哋問佢做乜嘢啊？佢話叫嗰個一流一拱咧，除曬衫擺啲姿勢俾佢睇，由佢教佢點樣係安全嘅性行為。都好細心喎，教足40多分鐘。喂，即係佢諗到一個咁樣嘅辯護咧，我真係好佩服嘅。其實咧，即係咁低能嘅配嘅藉口咧，我真係好難諗得到出嚟。身為民主黨嘅總幹事。本來一個男人，雖然他是特別嚴重的，他的 case 你知不知道他是牧師來的，是神學碩士來的，即是又是一個傳道的契弟兄來的，即是這些呢 He is a mouse, a church mouse 你知道嗎？但是普通男人叫雞呢，我不會覺得很嚴重的，其實但他這裡犯了一個不能原諒的錯誤是什麼呢？你民主黨是政治妓女嚟噶嘛？你唔幫襯自己人，好唔啱啫。係嘛，兄姐啊，黃碧雲嗰啲做咩啫？佢咁樣。好呀，蕭生。蕭生，蕭生。喂，第二啊，喂，你一隻白鴿咧，係細只好多嘅。白鴿去揾雞咧係唔啱嘅，個 size 唔啱係嘛？佢雞大隻好多嘅，你只白鴿去揾雞咧，只雞唔會爽嘅，咁係有約束嘅嫌疑先。何況咧，佢只白鴿會懷疑咧，佢有 mutation 啊，已經變咗只鵪鶉啦嘛，已經。即係你鵪鶉仲細只嘅，咁點搞咧？應該揾咩先生？嚇！咁應該揾乜嘢啊？應該揾乜嘢喎？唔係幫襯翻自己有啊嘛，你我叫佢，即係鵪鶉同鵪鶉係嘛？係。老實講，嗱，開始講翻幾句嚴肅啲啊！啊，咁快講完啊？我啱啱諗住叫馬草泥上嚟延續呢個話題喎。哎呀，我哋叫馬草泥上嚟啱啦，佢要教啊，擺上嚟。嘉偉唱萬惡淫為首噶嘛，你知唔知啊？喂，大家嗰晚如果有睇呢個人民力量嘅籌款晚宴就知啊。其實阿萬必唱萬惡淫為首最有 feel 啊！大家真係唔知，有所不知，我哋 CEO 最勁啊！但最緊要有你籌錢啊嘛！好啊，有你籌錢啊，我呢啲卡拉之星嚟噶嘛，一定出嚟出錢出力啦。所以阿馬仔咧就 anyway 咧，即係已經做到唱萬惡淫為首，即係好心啦，福心啦。可憐下呢一個鹹濕黑兒仔，大家都知道我一出現風也蕭蕭咧，啲笑料咧特別多嘅，所以咧阿蕭生逢禮拜三嘅都想約我，不過好可惜，即係城市再論壇又要之後我哋要繼續嚴肅落去。Anyway 咧，馬仔嗱咁樣自嘲翻自己咧，佢已經改過自身，以後咧大家就叫做新馬仔好嗎？首先第一步就要在風也蕭蕭那裡洗了底先。好，多謝多謝。新馬仔，好，新馬仔，新馬仔，
喂，唔係喎，阿長哥與世長辭咗㗎啦。你咪代佢啦，係嘛？即係慈善命令咁樣。係啊。咁 anyway 咧，我講俾大家聽，我點解咁擔心啦？其實咧，今日咁樣嘅集會係非常之困難嘅。以我對政治嘅解讀嚟講係。係啊，主席講下。因為就係因為俾即係政府截住咗，佢用咗兩個月時間去拖延時間。因為第一 urgency。從來多人咧係有幾個條件嘅，你要知道喺香港遊行集會係第一預早約定，係嗰個係傳統嘅遊行集會，即係六四啊、七一啊、一一啊咁，起碼呢啲咁嘅紀念日子，即係幾個月前已經話俾人聽要有集會㗎啦，已經係。係啊，嗰啲人咧，香港人係好忙㗎嘛，好難叫到咁多人嚟㗎嘛，係咪啊？係。第二個 issue 要清楚，嗯，個訴求咧係要清非常之清楚，而今次咧。政府褪一步，卸咗你啲力，已卸咗你好多力去。冇錯。而仲有其他嘅民主黨派，除咗公民黨啦，基本上係杯葛呢次嘅活動，係咪啊？係。但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今日我上嚟見到咁多人，我肯定而家民主派嘅洗牌已經係徹底開始啦。我係會被收入墳墓。喂，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啊？喺人民力量籌款晚宴，即係企成立呢個即係宣誓就職嗰晚咧，我哋嘅新主席啊，阿劉翁咧，曾經講過，佢話佢上任嘅其中一個目標係要令人民力量成為泛民主派嘅第一大黨。嗱，我哋記住呢句説話啊！嗱，劉主席，我哋係足足。呢一次嘅民主改革喺歷史上，如果有一個政權話佢開始向民主改變，喺歷史上從來未試過，係要等咁耐嘅。由1991年到而家，已足足20年，喺歷史上未見過咁可恥嘅民主改變。好，而到今日我哋都睇唔到前景喺邊度，只係有一個辦法。其實不是爭取不到，而是啲人一向根本不去爭取，他哋投完票翻到屋企就算數噶啦，佢哋係扮反對、扮爭取噶啦，20年來都係。咪20年來咧，就係推骨牌、跳海、絕食、絕食，係輪巴、輪巴，仲要飲雞湯，跟住吳國義去飲香檳大廈。咁係咪到時候係時候要民主黨掃地出門啊？2012呢啲咁樣嘅人就全部掃地出門，好唔好？好！叫佢哋撲街！叫佢哋撲街！捷克前總統曾經寫咗本書叫《無權力者之權力》，而家政府能夠做嘅嘢，其實係因為香港人容忍佢哋，佢先能夠存在嘅啫。如果香港人唔容忍佢哋，佢哋就不一定要讓步。而越嚟越多人行出嚟，特區政府甚至北京係冇辦法唔讓步。大家知唔知點解啊？因為佢哋已無能為力。因為北京最叻嘅乜嘢嘢啊？拉人。拉人，香港唔能夠拉人，我睇佢點拉1-2千人，或者1-2萬人。啊！淨係今晚呢度啊，佢都拉唔到啦。你話啦，嗱，就算佢好似話睇報紙講話，除咗港島區之外，咩九龍東啊、九龍西啲警察嚟曬，喂，大佬，咁你可唔可以拉曬我哋呢度全場嘅人咧？拉唔曬，拉曬都唔敢落案啦、啊。喂，有幾百人圍差館啦、啊，差館已經唔敢衝出去拉人，差館係落閘噶啦，你知唔知啊？可能淨係拉咗我啊，劉翁啊呢啲。你講下先，老闆。嗱，即係去到今日咧，見到咁多人咧，蕭生頭先所講咧，就係喺政府卸咗咁多力，仍然有咁多人俾啲掌聲自己先，好唔好啊？蕭生好嘢！但係我哋仲有兩日嘅集會喎，如果今日你有朋友嚟唔到嘅，叫佢聽日嚟。當然在現場嘅人聽日都要嚟，好唔好？更加重要係禮拜五。曾蔭權的答問大會，我們為他好嗎？我們想信仰的就是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式抗爭，
呢個係全世界都最有效嘅方法。我哋唔需要用暴力去對付政府，政府係暴力嘅，用暴力係佢嘅專長嚟嘅。佢啲警察、啲軍隊咧專係用暴力。我哋所用嘅唔係武力，我哋所用嘅係道德。我哋要道德教訓佢哋。我哋唔需要用暴力噶，我哋靠人多就得噶啦，系咪啊？如果每一个市民都唔合作，个政府系难以运作嘅。尤其是香港系国际官尖之地，我举个例，香港即系点啊？嗰啲灰飞咗落啲豆腐度，你可以点做啊？抹又唔得，弹又唔得，你知唔知啊？为香港咧掂亲咧，首先啲楼扑街先，如果你用武力震烂。啲最貴啲樓喺邊度啊？喺邊個人手上啊？喺大陸啲大陸啲官員手上啊！佢同你死過啊！所以佢哋要維穩，佢哋就唔敢拉人啊！點爆佢春袋？全世界而家去到馬來西亞，一次咁樣嘅，如果數以十萬計人嘅抗爭推倒一個政府，只係十零廿日就已經係成功啦，冇一個政府可以企得穩咁滯，幾乎係。所以我哋需要就係反對惡法、抗爭到底，係咪？係。今日點解仲咁多人嚟啊？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劉墉？馬仔，你解釋一下。你風眼少少最靚嘅就係呢一嘢。馬仔，劉墉你講啊，喂，阿劉墉你講啊。點解仲有咁多人？因為其實我哋嘅支持越嚟越多，係咪？你解釋一下。大家亦都認同我哋七一嘅抗爭手法，係咪？唔係嗱，我咧就覺得咧，因為裏邊嗰班議員啊，嗱，我哋今日嚟到立法會門外，其實除咗我哋成日話要林公公下台，要圍繞立法會，其實歸根結底就係咩咧？因為裏邊嗰班議員已經做唔到嘢啊！我哋所有嘅訴求，你認為真係可以靠嗰啲所謂泛民主派嗱嗰啲保皇黨啊、功能組別嗰啲更加冇寄望啦，我哋已經，但係嗰啲所謂泛民主派。真正代表民意的議員又是不是真的可以反映到我們的訴求呢？我覺得在這屆的立法會由2008年開始到現在已經作作證明給大家看是不行，所以到我們真的有什麼要反對，有什麼要抗爭，有什麼真的要要求政府做的時候，其實我們只有一個途徑，就是靠我們自己走出來話俾呢個政府聽，佢有幾咁不堪，我哋要求嘅係咩嘢？就係咁簡單，講完。